2022年的最后一天，本岛平地的最后一抹夕阳在高雄的西子湾，时间点是5:24:58。在关系平台，其实已经挤满了大批的民众。详细内容，请记者王淑红带我们关心。好的，主播，各位观众，目前我们所在地方呢是高雄的西子湾关系平台，这里呢也是本岛平地最后一道夕阳所在地哦。但是由于受到今天高雄天气的影响呢，今天的空气比较雾蒙蒙的，云层也比较厚，因此呢今天的夕阳可以说几乎是完全看不太到，只有一点点淡黄色的微光透出来。不过呢，在关系平台依旧涌进许多的民众，拿他们的手机来拍下今年最后一道夕阳的照片，甚至还有的民众比较搞刚一点哦，还特地呢是包了游艇在海上看夕阳，也有人呢今天特地来这里过生日。咱们听一下稍早的访问。然后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，然后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帮我过庆生。太好了，朋友们一起来，心情特别的雀跃，非常开心。是，那小雨今天来帮忙朋友一起过生日吗？对，我们每年最后的跨年都会聚在一起。对，那今天跟朋友们一起出游，感受如何呢？很开心，高雄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。是，可以听到呢，民众今天是来过生日的一群的朋友陪他一起来庆生，实在是相当的欢乐。那高雄呢，不仅是有夕阳，还有跨年晚会，民众记得前往的时候要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哦，否则可能会塞在路上。以上是来自高雄的现场情况，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。